州北港妈现任保庇，这名来自新竹的男子，为半公里远的北港观光大桥开始，用这种三步一跪到磕头的拜拜方式，求北港妈听伊的心愿。这个意义会帮助人家，他也会珍惜他的身体啦，什么啦，会给他们感动。是有工作，说能够换到比较稳定的工作这样。用这种的帮到人家，感动天，不求回报。所以你之前也有这样过？有。为什么？会说能够这样帮助人家这样。说上一次的故事是他就康复。康复好，他会去捐免给弱势团体啊。今麦男主无顾日头炎天气高温，坚持三步一跪到磕头，唔呐汗流到规身躯，头也流血，后边啊摊上看甲真唔甘。我感觉足感动的，讲我老老细，唔啊，我捌看过伊跪过，我捌看伫这门口站着啊跪入面，跪入面啊，我咧门口着啊，伫这单位啊入面的机会较少。男主如此恳请祈求北港妈也引来路过民众停下脚步为伊加油，在地居民表示，愿北港妈祖神机传遍各地，庙口这条中山路过去也未少拄到困难的信徒，用这种方式来求妈祖显灵。有，以前也有看到一个差不多七八十岁哦，他整个头发都白了，他也是这样跪，他许愿的。一般来讲，他民间他如果跟妈祖许愿的话，他们都会照这样走，他们都而且哦，比较老一辈的，他快要拜到妈祖庙的时候，他妈祖庙里面还会敲钟，帮他鼓励一下。在大家鼓励之下，这名男子终于来到妈祖头前，讲出心愿，现场气氛让人真感动。边啊，鼓励民众也陪伴男子到拜拜结束，最会感受北港宗教虔诚的信仰。记者李嘉山，长报道。